1980年3月，中央正式批准深圳成立经济特区，这个偏远小渔村迅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热火朝天的建设背景下，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资金困难。那吴南生书记啊，他是深圳的市委第一书记，也是广东省特区办的主任。那么他找我父亲啊，他说找我父亲说钟老，他说我现在来啊，就是想做事没钱，你银行啊，你是银行家，认识好多银行的同仁啊，能不能给我筹点啊，借点啊。庄世平，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是中央政府信赖的老朋友，为深圳特区成立出谋划策，鼎力相助。然而对于这个送上门来的生意，庄老却婉拒了。我父亲给他说，你的钱是踩在你的脚下。他说脚下哪有钱啊？我父亲说土地地呀、啊，因为深圳特区呢有326平方公里，这个土地啊，如果充分开发起来啊，那土地也是一个珍贵的金子啊，宝贵的资料。深圳在经济发展资金短缺下，市政府探索模仿香港模式，向外商出租土地。1980年，深圳市政府与港商刘天佑合作，开发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项目东湖丽苑，有效缓解特区建设的资金问题。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后来吴书记啊和这个向南啊书记啊，他们在研究以后报北京中央了，中央讨论了以后啊，一查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那么导致了宪法的修改，就是对土地使用的修改，可以使用权可以流转。1981年11月17日，广东省人大通过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1982年1月1日施行，明确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细则，中国正式迈入商品房开发的新阶段。香港的土地拍卖政策为内地的土地改革制度提供成功经验，上海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在此基础上开创新局面。因为香港其实呢，几十年我们这个土地啊拍卖啊啊批租啊各方面呢是比较有这个成功的经验嘛。那当时其实我们上海也是希望香港能够帮助他们将这个土地啊招挂拍的这些都能够有一个改革。港商罗康瑞曾被聘任为上海市房地产改革咨询顾问，为上海土地制度改革出谋划策，因缘际会获得上海旧城改造太平桥项目。那我一看见太平桥的这个52公顷，我说这个应该来配合上海未来发展的需要，那我自己就聘了一家美国的城市规划的这些专家，做了一个方案送给他们去参考啊。那市长跟卢湾区的领导他们看见之后就非常喜欢，所以他96年就邀请我说，那是不是我能够参与在这个太平桥的旧区改造的这个项目呢？罗康瑞的新天地项目保留了上海石库门建筑实体和风格，重新注入新的功能和格局设计，成为上海旧城改造的典范。因为上海是一个海派文化嘛，就是把中西结合起来，我们整个建筑风格把这个石库门那个元素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又把不同的元素从设计也好，从内容也好，把这个传统跟新的生活方法一个无缝的结合。其实新天地是有生命的，我们其实每天都会跟我们的消费者了解他的需要，有时候我们会再往前再看一点，其实一直会思考未来他们是有什么需求的。我是总是相信，要是我
85年的时候没有进去上海去投资，我公司没有今天这个规模的，没有可能的，在香港没办法做这样的项目，所以这个也是我是能够配合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我自己要创造的机会给我自己。不只是土地制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港交所成熟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也为内地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壮大提供宝贵借鉴。有过多年港交所从业经验的石美伦，于2001年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以港澳台地区专业人士身份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的第一人。我想是看到在香港的监管经验吧，在这个92年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内地的有关部门有打交道，因为当时要把 H 股说的是就是国企到香港来上市，还要弄一套机制出来。石美伦在香港证监会工作10年，是其中的两名中国高管之一，被提及最多的成绩是负责 H 股公司香港上市。到了90年代，我们就说到这是国企上市，那么当时国家的领导感觉国企需要改革，那么改革的其中的一个可行的方向就是到香港来上市。1993年7月，青岛啤酒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从此开启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大潮。2012年就任港交所主席的周松岗，对于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和香港证券业发展的关系感受颇为深刻。我看香港的金融市场的发展跟那个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呢，大概有三个里程碑，重要的里程碑是值得一提的。第一个里程碑在1993年，港交所改变了上市规则，容许内地的企业以 H 股的方式在香港上市。第二个的里程碑是在2014年的沪港通，这是上海跟香港股票市场的互通，互联互通。2016年的深港通，把深圳的股市跟香港的股市也连起来了。后来又有一个证券通，就是2017年左右吧，证券通。到了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在2018年4月24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工作了1年多，是在我离任港交所主席之前4天公布的，容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到香港上市，容许没有盈利报告的生物科技公司能够在香港上市。港交所的改变上市规则，从把香港的那个证券市场由当年大概3万亿港币的一个市场，变成今天52万亿港币的一个市场，翻了好多倍。石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3年半时间里，推动了中国内地独立董事制度、保荐人制度以及建立退市机制等证券市场变革，为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以及香港与内地证券市场的流通打下坚实基础。2018年，石美伦接棒周松岗，成为港交所新任主席。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的使用者在贸易啊，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多用人民币来做结算。那这个呢，当然我们在香港现在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中心。我们跟上海跟深圳当然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可是更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携手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建立一个细节性的、细节级的一个金融中心。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